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哥俩今天赶时间啊，本来说下午去野钓，我一哥们打电话，在黑坑啊交了费之后啊，人家钓了一半，有急事着急走，给我打电话求援求助援了，我赶紧去救援救场救场，咱俩现在出发。现在啊已经到了这个黑坑的场地了，看我那哥们在那儿坐着了，是不是人已经走了呀？应该没错吧，就是这个钓位，大哥在这帮忙钓着了。龙超走了，你帮忙他钓着了啊？刚走，我知道他刚走，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了。你钓吧，没事，你玩吧玩吧，玩两个，一会儿我再钓。回鱼的来了啊！现在咱把这个老弟的鱼给提上来看看，看有多少斤。慢点啊！这都在那，应该是不少。听我老弟啊说呀，大概也是在200斤左右。下季都能找一只，哎，这都现在钓鱼少了，走了。走了，慢点了，行不行啊？过。这鱼啊，长了水花，弄的小哥呀，没法提。来看看，来，我操！哎，伸把手呗，老弟。来，我这地方都没有，我站不住地方呀。来，这得300斤吧？没有，200多斤。一个筐子肯定放不下了，这俩筐子都够呛，我感觉。放下了。这抄地大师啊，这来拔多少鱼？我这火急火燎让我哥俩过来，哎呀我天，原来连杆啊这是。掉过头了，这。没有，200多斤吧。不行，连护子一块颠过去吧。不要啊。来，还能别告诉我啊，是15号。这一个是第一筐，115。114。来第二筐。这筐大。第二筐大，应该有133。来多少？141。要141。141。114。155。155斤。255斤。255斤。看您这个多高级，哎，这上回来是抬上去的，这回是自动的。141，100多少？140，俩加起来是255，114141。这设备不赖啊，这设备，直接上鱼啊。这是电梯，鱼都坐电梯了，鱼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能坐电梯。鱼都不让下去。行吧，那我们过去了啊。嗯，255，走。嗯，好嘞。老弟是真是大师啊，拔了人家是255斤，
乘以三块钱是多少钱来着？765。765，刨去680的掉费，挣了85块钱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咱俩看一看饵料，还有用的这个装备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怎么能出这么多鱼呢？看看我老弟郝大师用的饵料啊，这个呢是红虫，麝香米放的是红虫伴侣，直接一活就完事了哈。这个呢是黄药师配红虫，就是肉夹馍。这个黄药师或者是散泡，这个是麻团，肉夹馍蘸麻团，这么一蘸，哎，就下去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饵料可以，看它的杆子，来，这是重点。云灿，12英尺，3.9米，13尺，3.9米，硬啊，真硬。它这个杆子了，专业就是专业，大师就是大师啊。准备了两个杆子，一个是12英尺抢鱼用的，这个呢是梦者盖世英雄7英尺3.9米，这个是。到后期遛鱼用的吧，这个杆不便宜，2000多呢。这杆2000多？对，上次学的就是这个杆，太好了。上鱼了吧？这是？啊，上鱼了。哇！哎呦哇，收完杆了，还上鱼呢。收杆鱼，给拿回家做红烧的，兄弟。好嘞。还小啊，凯哥。再弄他一下。现在是下午3:30了，正钓的已经走完了，收杆了。我在这呢等老弟，他公司开完会，他说要连夜场，我们呢今天风太大没法拍，我们这期视频呢就拍到这里，拜拜。